1年前的冬夜，煤矿上突然发生命案，凶手趁黑夜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人搞过的王家，不，他是现在在值班吗？值班就直接往那出现，直接伤得很厉害。嗯，全是往那口口门打的。胸腹部的多处刀口预示着什么？到底是谁要对他下次毒手？今日说法为您播出7年前的那个黑夜。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您进入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认识一位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民蒲菊仙。虽然是个女人，但她是家里的顶梁柱。7年来呢，她辛辛苦苦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而且还要抚养家里的老人。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她的丈夫7年前被杀了。她叫蒲菊仙，38岁，是云南宣威市龙潭镇的农民。她的丈夫张正伦在当地一家煤矿做驾驶员。2004年12月22日晚上9点钟，蒲菊仙突然接到了丈夫单位打来的电话，说张正伦在工作时被刺伤了。当时这个心里啪啪的一掉，就掉在冷水桶了。这个心就啊，我说这个得到底要咋整？蒲菊仙说，刺伤丈夫的是同在一个煤矿做驾驶员的徐安辉。那么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找到了当时在场的一个煤矿工人杨光鼎。盘摊出来听到他们吵了车都没回头，我跑下去拉他们的，拉不开我一个人。拉不开？哦，我已经拉不开嘛，他们说是老人家你摸过给他盘着你，回头我就不敢这样了嘛，回头我就过来丢了。证人杨光鼎说，两个人中一个胖些高些，一个瘦些矮些。后来他知道胖高的是蒲菊仙的丈夫张正伦，瘦矮的叫徐安辉。杀掉那个嘛，锅巴大汉嘛，胖汉嘛，最是小那个嘛，要瘦点，人细高细高的。那个嘛，高高的王家，不，他是现在在值班嘛，值班就直接往那出血，你直接伤得很厉害。嗯，全是往那口口门打去的。杨光鼎说，到底因为什么两人起了冲突，他也不清楚。事发后，煤矿工人报了警，派出所民警告诉了我们事发的情况。接着，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了嘛，现场就是种两辆大车，一张是装完煤要走，另一张是要下来了嘛。两个驾驶员的就是互相因为车让不开了嘛，估计两个驾驶员就吵了就下来了。下来后面就来的。民警说，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蒲菊仙的丈夫张正伦驾驶着车正在装煤，徐安辉驾驶着车辆从路口进来。由于两人谁都不愿意倒车让行，先是出现言语冲突，继而发生打架。据在场的人说，蒲菊仙的丈夫张正伦将对方打倒在地后，徐安辉就掏出水果刀刺向了张正伦，而徐安辉事发后也不知去向。犯罪嫌疑人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他到了车上之后，他就把车的钥匙放在车上就走掉了，说明他是要骑车而逃。随后胸腹部受伤的张正伦被送到了当地医院抢救，跟他进行纤维片敲了10天，又转院再抽筋开，因为上上下敲了7-8万块钱，连屋都开支了10几万，然后住院费每天的话头天交警1万多块，到第二天又没得，那回他整个身子纯粹不成人形嘛。出事7天后，张正伦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过法医鉴定，张正伦是被锐器刺伤胸腹部，致肝脏、胃、膈肌破裂，并胸腹膜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我也不想活，我说这3个娃娃还有2个老人70-80岁，我说我也没办法的，我咋撑得起这个家？蒲菊仙说，丈夫张正伦在世时每个月有4-5千元的收入，这次出事他借了7-8万块钱给丈夫治伤，家里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公婆和父母也都需要养活，丈夫死了，他家的天也就塌了。我不但也装上有老下有小，我到底咋个过这一生啊？于是这些娃娃想吃点爸爸写的白金，要不是你白天忘了我小晚一年龄，我真的眼泪跑真的。蒲菊仙说，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此时孩子就成了他的撒气筒。
我这今天不是还请你来做大的吗？你以为什么大的？他们两个做大作业吵架，我心情不好，不好就是我打。你们只有大恒他还在呀，做啥打这个？又是难过又是难过。那你恨你妈妈吗？又是恨。听着儿女们的心里话，蒲菊仙心里也不好过。这种妈在里面的事呢，就是只有娃娃一回来，看到他们不顺眼，就不想听他们的声音，就想静静的，喊我都不高兴，我就拿他们吵。准吵架了，看到你弟弟看做作业，给听着，吵转来就要打死的哦，我第时就转来啊，去一趟个。让蒲菊仙气愤的是，刺死丈夫的徐安辉逃跑之后，他的家人竟然没有任何说法，更没有上门来说过一句安慰的话。甚至蒲菊仙去徐安辉家找过多次，都没有见到人。从你这儿到他家远不远？就走要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就到。啊，找了很多次，深深找不着。我也别想了，说哎呀，管他呢，抓住哪天嘛，拿了他枪毙掉嘛，这个心头也解除心头之恨。如果人家给我杀猫，给去刀去刀面，他活的也解除你心头之恨。有人吗？记者来到了徐安辉的家，大门敞开，但是屋内没有人。那么徐安辉会跑到哪儿去呢？我们联系上了徐安辉在城里打工的姐姐。去到我老家本来就没有人在，没有来照顾我。那这房子是买卖的租的？多少钱？一个月500。徐安辉的姐姐说，在当天晚上出事之后，弟弟徐安辉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只是从电话里面能够听出来，他很慌张，还有也非常的难过，他哭呗。我告诉他，就是你赶快去自首吧。然后他说我考虑一下，他告诉我是这样说的。我说那你到我这儿来，你不敢去，我送你去呗。然后他说我考虑一下，他一直在哭，过来就挂了电话，我已经一直没联系上他了。姐姐说，弟弟徐安辉平时是个温顺的人，从不乱发脾气，和邻居的关系也很好。弟弟用刀捅人的行为让他觉得一定是弟弟当时受了欺负。性格非常的温顺，那个人不是说他会乱七八糟啊或者怎么样，我想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嘛，可能对方还是给他造成了过激的那个行为，才导致他的这个行为发生。徐安辉的姐姐说，徐家和张正伦家从来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仇恨。而对于这场悲剧的起因，他认为死者张正伦也是有责任的。对方把他打了，趴在地上，其他人呢已经把他们拉开了，那个人再一次冲上去再打他，然后他在控制不住的情况下，以及他可能当时他的心里面只是出于说，我用刀捅他几下，他能否放了我，不要再有这种行为。徐安辉的姐姐说，虽然他相信弟弟这么做当时一定是受到了张正伦的刺激，但是对于失去丈夫的蒲菊仙，他也感到很是愧疚，毕竟一条人命就这样白白送掉了，非常的难受。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不在了。那你是可怜他吗，还是可怜你弟弟？两个都有吧，两个都有，真的可怜。好好的一个人不在了，换一个角度，我弟弟肯定以后的日子生活给双方家人都带来非常的难过。徐安辉的姐姐说，她和家人无法面对失去丈夫的蒲菊仙，所以也一直没有去找过。假如我去了，说不到一块，彼此都非常难过，说起来我也难过，他也难过，与其这样，还不如就不去看。徐安辉没有回来自首，他会去哪儿呢？到他家是骑了
了五十次啊，应该说是去了四五十趟，所以他的亲戚家我们都去了。他走了之后，他就没有和这些人联系过。警方经过侦查发现，徐安辉已经离开了宣威市，不知去向。随后，宣威警方一方面对徐安辉网上追逃，一方面继续追查徐安辉的下落，而徐安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当时是他开的车进来装的。这就是我叫老鬼照当年的照片。哦，这个是是吧？这是哪年照的？这个吧是九几年照的，这个嘛就是，也是就是零三年那年我们拍的全家相的。这是丈夫出事前蒲菊仙一家拍的唯一的合影，当时大儿子七岁，二女儿四岁，小儿子只有几个月。丈夫丢了性命，凶手跑掉了，全家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我有个姨娘在县委做保事，她出来教我，教着我两娃天，我在自家慢慢学着了。做背搭去街上，一晚一两点钟就起来，一天做个三四百个背搭，村子头片处转，那会不是行到眼里的转。这些娃娃些各些各的，就死也在屋头，管他们吃啊好饿好，买一点包子转来没有得来整给他们吃。不拘先说。靠着这些钱养活他们一家人是非常困难的，孩子还要上学穿衣，那些日子蒲菊仙过得特别艰难。你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钱？这一家人的花费是这些太肯感冒啊，如果他们不感冒我也舍不得养，我都舍不得买，反正一个月平均六七百块钱，好像再咋个节约嘛都舍不得吃啊，为这个母子下个蛋呢，自家舍不得吃哪个卖掉，才四角钱一个，五六就一斤斤的，也哪个卖掉？有这些我都很没吃，我几乎是吃的蛋的，自己都吃的什么？蛋呢，很没吃油，你要带着这些娃娃。就是不放盐是吗？不放油。蒲菊仙说，逢年过节是他们家最难熬的日子。别人家团圆热闹，他们家却冷冷清清。逢年过节的几年，人家没吃好牛带三些娃娃在屋头，我从来不会说是给这些娃娃看他家娃，看他家那个，只要在屋头反正你给他们吃，他们也不会害我，不会怨我，也不会说妈妈，人家没在自己吃吃大些，我们没吃点算他们不会。得知蒲菊仙的困难情况，宣威市公安局启动了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帮扶基金，陆续将10000多元帮扶金发放给蒲菊仙，生活也能维持下去，不讲是个人有多好嘛，没饿肚子，娃娃也可以继续上学啊。其实宣威市公安局也一直在关注着徐安辉的动向，五年过去了，徐安辉会不会放松警惕和家里人联系呢？这些我们有多次向这个他们村的，这个徐安辉家这个村子呢，通过对他周边的人，还跟他就是平常时间反映他好的人去了解，发现他小的时候跟随父亲到过过旧时，到过过旧时在那边他比较熟，我们也想到他可能就是会逃往那个地方去。原来徐安辉的父亲常年在客旧市卖火腿，那么徐安辉会不会去和父亲联系呢？侦查员来到了客旧市，秘密地调查徐安辉父亲的情况。因为他个客旧了嘛，在宣威人在客旧的太多了，就是据他们讲了嘛，还有20万左右的，就是宣威人在单单在客旧的了嘛。在一个隐蔽处，侦查员开始了蹲守。守三四个小时，然后又换了嘛，就是那个轮班的事。看不清楚，你看那个。等我再望望去。往前。就只要看住那个大门就行，就看看那个有进出了嘛。几天时间里，侦查员密切的关注着徐父的行踪，却并没有发现徐安辉的出现。就是守了4天以后，他一直没有出现，我们就撤回来了嘛。就是因为毕竟是他爹了嘛，他反怀都怀了，只是时间的长短了嘛，他一定会跟他爹联系，这个是我们坚信的一点了嘛。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徐安辉还是杳无音讯。2009年的一天，侦查员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以前拉出来的。黄山，外来人口比较复杂，也没有严格的登记。你家是哪里呢？叫中凡。中凡。中凡吗？八家。黄山上就找到一个县委带队的，他说，前头几天刚来过一个，听口音好像是县委人。然后嘛，他们当时嘛，那个人在井下嘛。我们怕他逃脱掉之后嘛，跟着那个人下了井一次，下到井里面才发觉不是得想。从内心感觉非常担忧，也不见了，是不是他在外面能吃好吗？能穿好吗？是不是说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2009年10月的一天，宣威市公安局得到了一条可靠的线索：徐安辉在距离宣威市500多公里的地方活动。徐安辉在河口松叶桥盖边境，在这个香蕉林头。侦查员得知了这个线索，迅速赶往河口。侦查员明白，徐安辉已经有了丰富的反侦查经验，能否顺利的抓捕到徐安辉还是个未知数。这个人是你看2004年作案，一直伏案在逃，然后多次抓捕，但是过客呢都没成功。逃到那个地方是否在那边有联营的问题，如果联络营，而且少数民族在一个，我们在抓捕过程当中肯定要受到阻挠。为了不惊动村里的人，侦查员从山后登上了山顶。就在侦查员们钻出灌木丛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侦查员的眼前。时隔5年，第一次他面对面的碰在一堆了。时刻，他可能看到我们神色也不正常，一头也紧张起来了。他手里面当时手持一把镰刀。侦查员试探着慢慢的接近徐安辉，已经很近，基本贴身的时候，他没动手的时候，那么我就一把抱着他，叫他来翻掉了。来翻掉，让我们几个同事就跟着香港人似的，按手了，按手，按住，按住。把他扣上，抓住他的手铐，铐上他手上的一分钟就落了，整那分钟才落了一下。回家。就这样，在潜逃了5年之后，2009年10月22日，徐安辉落网。徐安辉对自己用刀刺伤张正伦的行为供认不讳。总觉得不必要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总觉得什么事情都到该尽的时候了。徐安辉说，当天晚上他逃跑之后，到了离家500多公里外的河口市，躲在了一座大山中不敢出来，渴了饿了就摘山上的果子充饥，直到2个月之后才第一次下山吃上了米饭。那个好心的大叔们就当天帮他带点上午的那碗饭就给我吃了，又没得那菜，就是几个些米了，沾了盐巴那些米了，回碗白饭，那就吃起老实的强。徐安辉说，这些年来他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想念着家人却不敢回去，想向张正伦的家人忏悔，但是却没有勇气面对所要承担的责任。要是我这公安直接抓住我看，反正我也怕是死路一条了。我想当时对这法律各种方面一时淡薄，也不懂，一想他说死的人们已经死了，自己再赔偿这条命有什么用，心里总是这么想，所以一直不敢来自首。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屈老师好。您看片中的这个徐安辉哈，您觉得他当初他要是自首的话，会不会判得更轻一些？那肯定是当时如果自首的话，按照我们法律规定，他会得到一个相对从宽的处罚，至少会向下减轻几年。那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哈，说这个就是遇到刑事案件，先逃跑，然后跑了以后呢，再回来自首，这样比等着当场束手就擒要强。我们的法律会支持这种行为吗？如越是向前靠前的，像比如说什么叫靠前的，就是犯罪事实，如果犯罪人都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那个减轻的幅度就会大，比如说可能超过50%，达到70%。嗯，那么再下面，比如说犯罪事实
知道了，但犯罪人不知道，嗯，或者犯罪人知道，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还，嗯，这个时候自首再给他的幅度再小一些，嗯，哎，这时候就采取他跑了，嗯，然后他来在追捕的过在追诉的过程中，他来说，嗯，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上来也不反抗，也直接的被公安机关带走了，嗯，我们法律比如说这一次法律就规定了一个专门的情节，以前俗称坦白。嗯，现在就简单也叫如实陈述，也可以叫坦白了。嗯，那么也就是说，尽管没有自首情节，但是非常配合警察，嗯，悔罪非常好，也是然后呢接受司法说，嗯，哎，他也会从宽，而且他那个从宽的幅度要比你普守的那个不低。哦。2010年4月，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徐安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附带民事赔偿28400元。这个判决结果对两家人来说却是有着不同的感受。反正你已经造成这个过错了，这个责任就应该是他自己来承担的，有他的生命在，一切都会好的。那个你新的判15年，15年他们官司好，最多13年就出来，还不是骗死他，还不是他要一间房子，还不是他在高兴，他在快乐。蒲菊仙说，徐安辉被判决之后，徐家人只给了20000块钱，就再也没了消息。这点钱是无法支撑他以后的生活的。每场这些你负责，我家要你抬着这些娃娃抚养大，我要老你养老送终就行了，不要他咋个债。徐安辉的姐姐说，徐安辉目前没有赔偿能力，并且出事前已经离婚，而且还有2个孩子需要抚养，这20000块钱还是他和家人东挪西借凑出来的。他跟他的妻子已经离婚了，面临过孩子啊等等都是我们的责任。徐安辉的姐姐说，徐安辉有一个女儿和儿子，自从徐安辉出了事，他的小儿子心里难受极了，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再也不愿意念书了。他父亲这件事情对他影响非常大，现在他书也不读了，然后好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和他沟通，不讲话。记者来到了宣威市的一家中学，徐安辉的大女儿圆圆在这里读书。是吃饭了吗？吃了，吃完了是吧？晚上还要上自习。圆圆说，她好久没有见过爸爸了，希望我们能把她的话捎给父亲。就是想他还能。嗯，也就是我的，这一头好好的。嗯，他当初犯的错误，他当然要承担啊。嗯，他可以赎罪啊。嗯。爸爸，我也还是想你的，你这一头嘛要好好的。然后弟弟也想你，然后。圆圆还说，他放心不下弟弟强强。弟弟辍学之后回老家龙潭镇，这天一大早，我们赶到了镇上，见到了辍学在家的强强。这是他家呀。啊，这是他家。嗯，就是那个对对对，就是他的孩子。对对。那你为什么不上学了呢？嗯，我妈一个人在，苦了养我啊，我这些负担重啊。但是大人都想让你上学呀。强强现在每天帮着小姨干点活，哄哄年幼的表妹。对于强强不再上学的决定，小姨也觉得非常惋惜。是不是他以前读书嘛，都是严明的学生，自从他爸爸出事情以后啊，就下降。又会说他们人道不好，都没法说，他想他爸爸。以前会和他没抓住的时候呢。看到他都是不好过。记者同样记录下强强对父亲的话。我对咱这还好，哥哥都健健康康的，你在屋里面，你在监狱什么的，好好的复原，争取早点回来带我们两个。当天下午，记者把姐弟俩对父亲的思念带给了200公里之外正在监狱服刑的徐安辉。爸爸，你我最想你还你得好好复习，等你早点回来。因为我暂时还没读书，明年我妈会这样干，我这样我读大概。
你们不要挂在心上呀、啊。我会争取好好读书啊，长大，长大没关系，长大挣钱没关系，养你。为人之父啊，好很多年不能好好的待他们个啥。可以了，爸爸，我也还是想你的，你这一趟嘛，要好好的。我考虑差你再怪我。徐安辉说，看到懂事的儿女，他更觉得对不起因自己过错而丧失性命的张正伦。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改造，出狱之后再赎罪。我也几年了，争取好的，多努力的，多积功，多艰辛，早点出来。那您再说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倒车让车，就这么点小事儿产生摩擦了，然后两个人从吵架最后就能到伤及性命。您觉得从这件事上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应该讲呢，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嗯、可能我们就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外面不知有多少人在打架，经常会遇到。哎，包括从小时候小孩做游戏的时候啊，嗯，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告诉他，当你和孩子做，特别是男孩子、嗯、做打仗游戏、打架游戏的时候，嗯，手下一定要很小心，不要伤着别人同伴，嗯，而不是真的像战争要拼了命的去、嗯、去干，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竞技活动。对、嗯，即使竞技活动，嗯，我们也是要有规则约束我们这个力度的，嗯，有犯规啊，嗯，过去有些社会学家啊、社会心理学家给人建议是什么？如果你愤怒了，嗯，你想一想。你停一下，数十个数、嗯、如果你还愤怒，你再数十个数、嗯、你实在愤怒了、嗯、那么你就自己回避一下。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我们进行教育了、嗯、要知道这是不对的、嗯、你可以说克制并不是一种软弱，它是一种美德。 嗯， 嗯，的确，现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压力都很大，那生活当中的这种摩擦更是在所难免，所以一旦遇到这样的事情，提醒您克制一下自己的火气。如果您实在压不住火，那就请您想想我们今天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两个家庭现在的困境。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希望观众朋友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接下来的其他内容，明天见。